口下的急诊室是加拿大记者活脱落地跟随着 MSF 进入战区，深入救援现场，详实记录这个组织的运作以及许多感人的故事所集结而成的作品。书里不只有现场的报道，更有对无国界医师团队成员情感面的细腻书写，还有对组织运作方式的坦白描绘。我读了之后觉得作者的笔尖真实地传达了人性的恶与美善，有些部分读起来虽然觉得心碎，但最终能激发我们对国界之外大爱展现的高度希望。今天我们请到了知蜂草文教服务协会的创办人杨蔚玲小姐来到现场，和我们一起谈这本《枪口下的急诊室》。蔚玲你好。怡君你好。哎，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邀请您来啊，是因为您在这本书的序里面啊，高度的推荐这本书，并且提到说您曾经在救助的经验里面跟无国界医师组织的成员有过很深刻的接触，能不能谈谈那个经验？是的，我从参与救助工作到现在已经23年了，那么也就是说，从23年前第一次接触到无国界医师到现在啊，在不同的地方我有不同的接触。第一次是在泰国的柬埔寨难民营，那么后来又在这个战后重建的柬埔寨，啊，那后来在海地，甚至于在这个其他的很多会议的场合，对，都会碰到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这个成员。那么接触的有他们的第一线成员，也有他们的行政人员。那所以这本书，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优点是，它是透过一个记者的角度来报道这个组织，所以它的大框架比较能够跳脱所谓的歌功颂德啊等等那种框架，比较平实的来报道这本书。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值得被推荐，因为包括他们的辛苦，包括他们的热忱，甚至包括这个组织的很多行政工作上面的缺失都报道到了。那我记得您提到你第一次接触他们是在泰国的一个难民营，对不对？嗯嗯。能不能谈谈那次的经验？那次是非常震撼的一个经验啊，那也是后来我对 MSF 这个机构这个组织啊，对他们的救助有一些信任感。那当然信任感在某个层次上的信任啊，就是因为协助难民的关系，所以我就在难民营，一个20万人口这么大的难民营里面，那我开着车子在边境走，结果我就发现一个刚刚被地雷炸伤的难民啊，那他们的朋友们就把他很紧急的用一个布，用一块水布，那个水布呢，其实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种布啊，把它包起来，像一个包裹那样，那扛到难民营里面的医院。那所谓的难民营里面的医院是设备非常简陋了，事实上这个竹子上面到处都是蜘蛛网啊那样子的，可是他们的床单还非常的干净。那病人被抬进去以后，满身滴的到处都是血，但是呢，里面的医生聚集过来了以后，只有3秒钟的这个冷静观察，哈，之后他们就开始按部就班的开始被帮这个伤患护理。那这个伤患其实除了呼吸以外，手脚啊，甚至眼睛啊，通通都已经模糊掉了，但是他还有呼吸。那事后我才发现到，哦，这些医生，那他们就是 MSF 的医疗专业人员。那一次的震撼到现在我永远都难忘。尽管后来哈，那我又做了很多其他教育啦，还有其他的职训啊等等，不像跟这个医疗没有关系的，可是那一次那几位医生的他们对于拯救生命这样子的热忱，跟他们的投入，跟他们的慎重，那是可以说是我在救助工作上面，当我碰到挫折的时候，那是我一个很好的提醒。什么叫做尊重生命？什么叫做真正的拯救生命？是要跟病患站在一起的。
本书的第一章就提到，在海地的一个无国界医师组织所成立的医院里面啊，他们协助很多那个时候在混乱还有灾难当中的产妇生产，所以第一章就是叫做站着生产啊，因为医院太挤了，没有足够的空间啊。那么我知道您也有去海地啊救灾的经验，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啊海地这个多苦多难的国家，还有您在那边援助的经验？2010年的海地地震啊，那次大概有22万人在瓦砾堆里面啊，上升，那是保守的估计的。事实上，在海地地震的前5-6年，我就已经去到海地。那时候也是从多米尼加进入到海地。那次是因为海地的有一个城市，因为在一个水灾里面，整个城市被淹没了啊。那种惨况，当时的这个新闻报道并没有像地震那样的啊，那个版面那么大啊。那当时我进到海地，看到的状况是。很多的平民，他们聚集住的地方，所谓的贫民窟哈，那真的是没有水、没有电之外啊，那每一天就等在那里缺水缺粮的人，在那个时候就已经非常的严重，甚至内部的这个暴动哈、暴乱，还有那个暴力冲突非常的严重。我进去的时候啊，那我看到 UNTAC 就是联合国和平维和部队的这个总部面前，聚集了每天都聚集了很多抗议的人。那甚至于我再到他们这个教育部，因为本来有一个合作计划是要跟他们的教育部谈，在前往教育部的路上，我碰到的是警匪枪战的画面。我们的车子往前走，困在车队上面，但是呢，警匪枪战倒着追哈，路上这个喵喵喵喵喵，在那样的情况之下，的确啊，包括 MS 的工作人员，包括其他的救援组织。他们没有被这些震撼、被这些危险吓跑。像这样的状况、像这样的地方，其实不是只有海地，包括非洲的有一些地方哈，包括很多这个阿拉伯世界的有一些地方，包括伊朗啊、伊拉克啊等等这些战地，那其实都很多这样的状况发生。但是呢，救援工作的人员他们。不会因为这些危险，不会因为这些危难，就打消了他们勇往直前的这样的念头。毕竟还是人嘛，所以这些参加救援的志工们虽然有使命感啊，可是啊，经历过这样子的危险，还有一些冲突的状况，譬如说我曾经听过慈济有一个像MSF 这样的组织叫仁医会的一个志工医生们啊，他告诉我说，其实他们那时候到海地去参加救灾的时候，也遇到了像您刚才讲的那种很惊险的状况啊。那么在当下虽然必须要稳住啊，完成援助的使命，可是回来之后还是受到惊吓哈。所以这些志工们在书里头也有写到，他们也会产生类似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一些症状哈。不晓得您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或是您的同伴们？我还没有去难民营服务的时候，那我曾经在台湾的119当过志工。那有一次，那时候我同时也在华航服务，那所以那一天早上啊，那我出勤任务的那个意外事件是有一个大楼的管理员，他从因为那个大楼还没有启用，所以他从地上一楼电梯哈，他电梯没有停好，所以呢他从掉到地下二楼。我拿着聚光灯，然后找到他的时候，他在地下二楼，他整个人错在一起，整个的状况他是变成一个像垃圾一样的错在一起，不成人形，哈，旁边散落就是整个骨架通通，那个影像那个 image 到了
我处理完了以后，我下午哈，我飞日本，好，飞日本，我们住进了旅馆，那是一个五星旅馆，但是我在五星旅馆里面，我换了制服以后，那个早上我处理过的那个叠进去，整个身体骨头都碎掉，错在一起的那个影像，在我的脑子里一直盘旋到我产生恐惧，恐惧到没有办法睡觉，然后到第二天，我要从日本飞回来了，我整个人还是处在那个纠结的状态。所以刚刚提到的压力症候群，对很多人呢都会有这样的状况。那怎么样修复，那就是重点了。所以像这些国际救援组织啦，甚至社会工作者，好，医疗工作者，那我相信我们的专业素养里面都必须要有一块是怎么样让我们自己能够超然。那超然的这一块，它绝对不是冷漠，也绝对不是漠不关心啊，那个层次上面是不一样的。所以像比如说哈，那书里面也提到哈，关于冰箱症候群的问题。对，那是回来之后，回来对，跟家人之间的互动啊，那有一些救援工作者，他们会觉得说，其实他们出任务的时候是比较容易的多的，回到这个安和乐利的社会，其实让他们有点适应不良啊。对，那他们其实很想告诉家人说，像其中就一位医师写到他。出完任务回来之后，他很想告诉他的妈妈说他遇到了什么样艰困的情况，他怎么救助病患。可是他妈妈听了就说，哦，那真是太那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啊。可是你知道我们家里面买了一个新冰箱吗？所以他就说，一下子觉得那个冲突反差很大啊，家里面很难想象说他们在外面是怎么样一个状况。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是啊，我到难民营服务9个月，第一次回家的时候啊，我回到家里，我叮咚，然后我妈开门说，啊，你怎么变这样子？怎么样子？又黑又瘦，然后双眼无力，疲惫不堪。她说你怎么变这样子，都不认得了。那一次呢，回到家以后，我9个月，我从难民营回到台湾9个月以后，第一次接触我们所谓的文明社会啊，文明社会，那不再有悲情的文明社会。可是我的悲情并不会消失。好，我碰到了什么事情呢？我想说啊，我怎么变这样子？那我很糟，我去买一件新衣服。结果我到了这个那个卖衣服的地方，店里面哦，很多人在抢购。我印象深刻。我后来我记起这件事情了，我后来才了解是怎么一回事。我站在他打折的衣服，一件390，打折的衣服很多人在抢购。我拿了一件，然后我看到这么热闹的场面，我脑子里不断的转着的是，一件390，那是10块美金，10块美金可以买10几公斤的米，10几公斤的米可以让一个孩子一个月都有米吃。我要不要买这件衣服？很挣扎。我站在那边，然后不知不觉我站了半个多小时。站到那个卖衣服的人都对我非常的嫌弃，他甚至以为我是精神病患，因为我的那个状态那么的挣扎，而且整个人晒得黑黑的，然后两眼无神在那边想，然后很嫌弃的把我赶走。好，那后来呢？朋友的家人朋友看我人怎么弄那么瘦，很心疼，请我吃一顿饭。在吃一顿饭那一桌饭明明是很可口的，可是我却想着，而且。我却不断地跟大家说，你们知道吗？这一顿饭，那很多人他一个月都买不起耶。你看这只鸡啊，我在那里都没有人吃过，搞得让大家没有人吃得下饭。那所以那个是在自己不知不觉当中产生的，可是它必然会，因为你真正投入，你真正爱过这些人，你真正走进他们的生活以后，它没有办法不变成你的一部分。
书上也提到这一点啊，就是说譬如说像 MSF 组织，他们要求他们的成员一定要遵守当地国家的法律。是，可是像在卢安达大屠杀的那个状况下，其实当地的法律很多是不合理的，根本没有法律，没有法律，而且是迫害那些受难者的哈。那这时候其实就有很大的冲突出现了，对不对？那到底呢是要尊重这些受苦难者的权利呢，还是要尊重当地的法律？一定也有这样的冲突出现，对不对？这种冲突是很大的，那这种冲突也常常是冲突中的冲突，因为当地的法律是什么，而且警政是乱的，像在那种冲突状况，警政都是乱的，所以包括 MSF， 包括救助工作者，他们自身的安全都是不被法律保护的，所以当然了，在那种冲突的状况啊，其实救助工作者跟团队，其实最重要的是要保护自己工作者的安全，那。很多状况是想不到那时候的法律还是什么，但还好的一个是，所有的救助工作人员在灾难现场是受到国际公法保护的啊。可是呢，就算是这样，那在当地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保护的一个机制出来，很多人还是伤亡的。所以书里面有统计到这么多年，而且那个是有统计的，事实上没有统计的更多。那么多年下来，这个从事救助工作在每一个国家，它的伤亡率是很高的。有的时候甚至受到绑架，对不对？受到绑架，对，没有错，受到绑架，受到身体上的伤害啊等等，甚至不只是 MSF 的人员，还包括有一些修女，有一些教会团体的人士也是被绑架。那这也是我们从事救助，尤其是这二十多年来，我们在柬埔寨战后啊，它的这个路上的抢劫情况是一样的。那每一个机构，像我们天黑了，我们就规定所有的工作人员不能往外走，不能在，尤其是不能在村跟村中间逗留，一定要在天黑以前找到一个村庄安顿下来。那这个是，所以面对在救助工作中，然后面对危险，甚至于造成危险，那这样很遗憾的事情是常常发生的。那当然，我们还是强调，其实难民福祉永远是应该要被摆在第一位的，它不应该被政治、被经济、被观光啊这些东西混淆，它不应该如此。可是呢，这种混淆却常常吊诡的发生在某些地方、某些国家，甚至某些团体。对，所以您刚刚有提到说不应该被。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政治显而易见，对不对？有时候也很令人心碎的是，有一些经济利益上面的冲突，对不对？比如说他书里头有提到，这些无国界医师组织，他们想要提供一个营养药丸啊给那些灾民们，但是却受到食品药商的限制，他们认为那是他们的专利，不让他们拿去做救助之用啊。所以像在这样子的经济冲突出现的时候，大家会，这些救援组织会怎么处理？救援组织通常面对这样的问题是激动的哈，那所以有一些团体，他们也开始有一些所谓的倡议，好，就是用倡议，然后来希望能够解决这些资源垄断啊，甚至这个抬高物价啊。那除了药品之外，其实像乐施会。乐施会也是一个很大就是从事这样的救助啊，跟他们就有一个很大的倡议的一个部门，做什么呢？比如说咖啡豆，种咖啡豆有很多地方哈，那咖啡豆从原产地到了贩售的地方，真正的第一线的生产者他们被剥削了，那甚至这些东西，这些食物哈。这个剥削的过程是他们倡议的，但我们回到这个救助的那个地方来，药品的需求明明是需要这么大量的药品，可是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抵制这些不生产的这样的事件呢？明明不是救命的吗？是的，救助者在进入某个地方的时候，当我们带来很大量的物资，这个物资里面包括钱，包括救济物品。他同时，他是救助了这个地方的人，他相对的，他也造成了这些村民或者是灾民，他不用花钱去买别的东西。那么其他的，也就是以盈利为生的这些人，他的确是受到冲击。好，那所以这些以盈利为目标的这些行业，他当然要抗议。所以这样的冲突，它变成是一个两难。
但是当然呢，救助工作者要非常很清楚，非常清楚的我们的资源。那甚至于他们这个有讲求盈利的人，他会拐个弯，透过另外一个管道把这些救助的东西再收购回来，或者是再垄断过来。那这中间的过程可能是什么呢？可能就是官商勾结。因为有很多的地方是你救助的物资进到这个地方以后，政府或者是那里的官员或者是那里的权威人士，他并不愿意你救助者你把东西把物资直接的放到灾民或者是难民身上或者是村民身上，他希望由他来发放。那样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包了这些东西以后卖出去，然后在另外的那个行销管道。所以怎么样让救援能够真正的落实到受苦受难的灾民身上，这当中就需要很大的智慧来亲手去做。好，亲手去做，亲手看见你的东西到了谁的手上。所以救助工作它绝对不是理想主义，绝对不是省力的工作，绝对是不浪漫的。好，我的双手布满了这个太阳晒出来的斑，这个斑象征的是什么？象征的是我们接触的是多少人。好，所以很多人，很多年轻人，现在尤其是很多志工哈，那尤其是电脑志工，那他们到有一些地方，他们教电脑，他们宁愿在电脑上面跟很多他的亲朋好友，这个 Facebook 上面那传达他的感动，但是他们甚至还没有办法走到村子里面去在太阳炎热的太阳底下把这个物资送出去。他们有很多的感动，可是事实上他们的感动都只是在电脑上面的。我必须要强调的是，救助工作它是不省力的，没有办法省力的，它是必须要亲力亲为的，它是必须要真正你看见苦难，而且你要跟苦难站在一起。枪口下的急诊室，英文的书名是《地狱中的希望》。虽然战火频仍，贫苦交迫，但是像 MSF 还有知蜂草的志工们，以及类似像慈济仁医会的志工们，他们高贵的心和他们的勇气仍然可以帮助受苦在地狱的人们感受到温暖，看见希望。尽管家有樊篱，国有疆界，但是在守护生命的心念升起的时候，一切都将升华超越。今天很谢谢蔚琳来跟我们谈这本书，还有分享您深刻的经验，谢谢。谢谢。